只能口算，不能用笔。那我们就先算乘除，五乘五等于25，五除五等于1，五加25等于30，三十减40减，不是30减1等于29。还有这个分蛋糕，请用4笔分成10份。那我想一想，从这儿分一份，然后现在是4份，然后这样，这样就分成了8份。这怎么分呀？还有怎么放呀？一秒找出下列图案中划分不对的那个，这横也一样，竖也一样。都一样呀，小朋友们，你们找到了吗？